你知道全家的点数也可以换比特币吗？你在全家消费时，只要消费1元就可以累积一点。那么这个点数呢，是可以免费拿来换比特币的。那么该怎么换呢？你只要在消费的时候报你的会员电话，然后呢，它就会自动累积全家点数。然后下载全家便利商店 App， 点击全家点数，然后到点数交换，然后下方呢选择金融理财，然后看到这个 BitPro。点数兑换币托虚拟货币，点进去，那你就可以把全家点数兑换成加密货币了。你只要累积满3500点以上，就可以开始兑换。那你只要输入你想要使用的点数，然后选择你想要兑换的加密货币，例如说换比特币，它就会自动换算说你可以换到多少颗比特币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会先建议你透过影片下方的连结注册 BitPro 的账户，因为你这样子注册完以后，你可以享有额外的交易手续费折扣，然后同时你可以直接在下方这边输入你的 BitPro 账户注册的信箱。那你输入你的信箱以后，就可以立刻把全家点数兑换成加密货币了。不过根据汉克的实测，如果说你是用全家点数去兑换加密货币的话，你的300点全家点数等于1元来说的话，那么你的损失大概是 15% 左右。因此这个比较适合你对于加密货币有一点兴趣，但是不想要花自己的钱来投入的话，那么你就可以试着用全家点数来换换看。